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何者为氧化反应呢？我们看第一个，这个没有平衡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还原的，氧化铜变成铜的话呢，这个是还原，氧化铜还原成铜，这个不是氧化反应。再我们看呢，这个哈是还原的，这个东西的话哈，它丢氧了，获得氧是被氧化，获得氧是氧化。丢掉氧呢是被还原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还原反应的，不是氧化反应。那这个就是了，获得氧，这是还原反应。那这个呢？没有，这个氧化反应刚刚讲错了，获得氧是氧化反应，这个丢掉氧，这是还原反应的。所以氧化反应的是 C， 所以这一题应该选 C。